乡的开台县王庙内聚集了不少民众，是在排快筛吗？怎么会这么多人？容易啊，边说恭喜边递出了红包，1000元的现金是九如乡民独有的端午振兴金。包里多少？8000。8000。家里有八个人这样子。对。进来啊！哎，得去签啊嘞！好，不要拉开啊！不要拉开，给他广告开了。你家人会刀啊，所以不用买了。还是现在疫情比较严重，会去买快筛剂。对，会啊，会买。一早就来排队的不少民众是帮家人代理，一次突然多了一笔费用，居民的脸上笑意很明显。不过从早上就开始点现金的工作人员数钱数得好辛苦，100多万了啦，100多万，对，100多万了，对。民警是特别在旁边护操的，对，因为这样太危险了，需要他保护。这些摊贩都大量备货啊，以备端午节哈，及一般民众所需。村民立委有1000万的补助，搁乡。一寡建设的经费，由县政府补助，所以我就把这条经费捡来做咱肉燥节的振兴金。九如乡有2万多人，端午防疫金2000多万元，乡民开心拿红包。乡长解释，费用是建设经费和自有财源加在一起，用意是要让大家在低迷的疫情中提振一下经济，也让九如乡的端午节格外令人羡慕。三立新闻朱俊杰、朱雨荣，屏东报道。